Sai huyu semnai iturusukan imumu Ngurayo Laini naranum na mula Auda Manai taranum mairangumu Kulai awaura Karuman radaura Saharam naukan mapia atau跟着我来。
了，又在拍了，又在拍。15。你们不停挥手吗？要小摄影师要不要吃？来，加油！红丝花可以讲感言吧？哦，直接讲感言了。哎，红应该讲感言吧？啊，一切都在卡片上面了。对，我们学生大卡片。对，团长，我们所有的感言都在卡片上了，可以不要太假。拜拜。要回来，要回来哦。好。可以近一点吗？你们人可以近一点吗？说说，我觉得干脆啊，你就叫每天设计，然后就偷拍我们在设计的样子，然后设计完再讲。好，这样好衰啊！你可以近一点吗？反正你们站着不要讲，我们没有那么多 MV 啊。我拍到你们看，做我们动作快一点呢、啊。还有30秒，你们可以做动作哦。帮你们做1秒钟的片段。你看吧，我偷偷拍我们在学习一下哦。好，是，谢谢你这么多礼拜照顾我们。现在你已经要到新的地方去了，那我们真心诚意的祝福你在这边可以越来越棒，请放心，团队越来越好。也那，总而言之，感谢你这么多年的照顾，谢谢哦。好了啦。谁叫他？好，我自己。
想到我们重来，开始。
团长，这一年来谢谢你，我会想你，要想我们哦。对，我第一个，真的，来讲一个。你要蹲着啊！我排练一次，排练一次，他第一次，我排练一次。你们排练，我继续拍啊！我蹲着，然后团长。真的假的？还有没有人？不用我回来了，那就好了啦。好了好了，别笑了。好了好了，我开始啊！第二台，团长，这是我们的吗？这是张一鹤。那希望你在初中一样可以得到很多很多学生喜欢，然后你的儿子还要继续来参加我们小狼哦，拜拜。感恩鼓掌的好啦，犯人啦，犯气。好，可以讲啊。好，谢谢老师这几年的照顾。那志祥跟老师说这边有一些警察，欢迎你常常回来。那其他的一切尽在不言中。好，陈怡老师，很谢谢你这几年对我们的照顾和关心啊。然后有你在的话，我们真的是就是觉得，就内心就会有一股安定感，然后就觉得说有你在真好。只要有你在，我们什么困难都可以帮我们解决，对啊。然后很恭喜你可以到附中去，然后希望你在附中的任教能够非常棒的顺利，然后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和回应对于我们，谢谢老师。爱感言。因为我是海燕老师，谢谢你对我们的照顾，你去附中也要，然后过你照顾好自己的人生，怎么啦？好，会想你们的，我们会想你们是谁？我会想你的，真的。是我们的回忆哦。换你了，换你了！哎呦，每位两位学生上，换你了，换你了！汉晨老师，你要去附中哦，你好。好，晨老师，你不在的话，我们少了一个支柱，我们会想你跟你的儿子的，拜拜。Hello， 汉晨老师，你要去附中了。小胖进不去了，很挤耶，这么远。我要讲话。你要先加入吗？啊，不要，害羞。啊，先录，然后看到时候剪接，我们要来的啦，还是来剪接？算了，到时候再拍好了。好。好。好啊。嗨，陈老师，感谢你对我们的照顾，祝福你在未来的几年一样要新生活美满哦，拜拜。好。老师，加油。
拍了吗？准备来跳舞了。好了。现在为你们讲的是人文社会。人文社会是在十九世纪到十九二十世纪的后现代主义比较达理的美术家所提出的人文社会。它这是一个跟艺术。孩子，现在跟你介绍一下人文社会这个名词。在十八世纪的时候，有位骑士，他叫做巴里。这个骑士他是非常充满爱国心的骑士。他在祖国印度的地方，他发现的是一个村庄，那个村庄非常的贫瘠。但是贫瘠中，他发现那几个村民却非常的有活力。于是他觉得奇怪，为什么我祖国不是很富裕吗？印度是很富裕国家，为什么会那么贫瘠的一个社区呢？要跑过去问那个村长。让那个村长他的名字姓人叫人文社会，人文社会跟他说啊，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没有黄金啊，有食物只能够打猎而已，所以这个骑士就觉得哇，可是这个人文社会这个酋长把这个那么贫瘠的社区竟然可以用那么繁荣那么的富强，他觉得非常高兴，于是他就想到了一个非常大的理想，就是即使我没有钱，即使我没有很好的物资，但是只要我们有快乐生活、勤劳的工作，我们一样可以过得很好。所以这人文社会的解释就是说，当你没有一切的时候，你可以过得很好的时候，就叫人文社会。谢谢，我解释结束。后面都会被人家讲，我是处理事情的时候，其中的他们讲到，过来我就走了，没一个讲。我好像有时候在，比如说在武汉办活动的时候，在网台跟老师比较多的接触，会觉得有些情绪状况就是，然后显得我很冷这样，而且然后对我们团结其实也是照顾蛮多的。一开始以前我们是黄老师带的，所以老师一来心里会一开始心里有点哦，在想说会不会这个团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变化，就因为老师来我觉得老师把我们带的是真心话啊，是这样开始开始。开始。谢谢。买东西哦，人好的。陈老师，虽然就你指导性不长，但是教你这个人非常的好。但是上分钟，希望你在下分钟的生活都能够像不一样顺利。真的丢了啦，老师加油！过去了。啊，该的问题没有。不是小雨对，是大家比较好的关系，大家开朗一点。对。越年纪越大越避暑，对啊，就是看不需要。我只能说，才老师看到这段话会说干你屁事。开始。等一下，开始。大家好，我是一九这个配分，然后谢谢老师的照片。如何建立新生活？摇来摇去啊，然后就摇来摇去。今天演讲题目是如何建立新生活。还没讲完，就是摇摇去，摇摇去，再次。手不会放背后吗？老师，脚看开了嘛。开玩笑的，随便你。你这样很难讲。还在录啊。我们向左边走，我们向左边走，我们走，我们走不停，一个前一个点，一个前一个点，一个新朋友。可以开始了吗？什么奉献给你？老师，等一下，好，开始。接下来我们要照顾，听说老师要去师大附中。
想做。好，开始。所以算跟老师认识。高的心态老师就来阿布拉姆西比比布阿布拉姆西比比布阿布拉姆西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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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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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呀、啊！那我们高，从我们高的时候，老师就起来。那所以在到现在，跟老师认识已经七年了。在老师的意志下，那我们从像刚刚那样幼稚的举动开始成长到现在像我一样这样的成熟稳重，那么敲敲脚，然后就是其实我一直觉得跟老师在一起，然后不管是办活动或是平常在上社课中，都有一种很温暖、很安定的感觉。因为有老师在的时候，老师。就是会有一种天塌下来有老师扛的感觉。那我啊、林毛啊、光仔啊、好佩芬啊等等、常泰啊，我们其实只要专心的把自己的活动、把这些任务做好。那其实这几年过来，那我现在也开始慢慢开始要像学长，然后也开始体会到老师当初在带我们的那种辛苦，跟默默的承受许多不知道的压力，要处理一些杂事。那现在接任的科普学长，那已经开始感受到自己的责任，也曾经所说真的体会到老师当初的心意。那虽然老师走，其实心中很舍不得啦，因为真的很不想去。其实当初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很不想去面对这件事情，因为总觉得好像这个家、这个飘渺家族、这个飘渺的人。我妈妈就要离开，然后很多话不知道该怎么讲。妈妈，你在哪？老师，你看到我们无奈了吗？我们真的很想你，然后很想你留下来。那不管如何，就是我要面对这个事实。那就说，祝老师，你不要让我哭啊！让老师在照顾那边的生活也是非常的愉快，然后也能够遇到像我们这样这一群这么可爱活泼的小孩，然后我们在那边快乐。那这边也答应老师，有我的一口气在，我就会让飘渺继续演下去，绝对不会让狸猫走。好，想必就这样说一遍。老师再见。好，还有代表老师刚刚林毛都要感言，他是说祝老师新生活美满，跟老师不要误会哦。老师再见。好，还有那个老师，有件事我一直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在毕业制作我们导演作品的时候，老师然后也来看戏，然后还送那个金叉给我，然后那时候我觉得很窝心，到现在还做过。好，那就这样，好，老师再见。不要吧。刚才我是立功啊，然后就是听到你要离开，很高兴。就是虽然我跟你的互动很少啊，可是不管你对社团还是对我们的课业以及我们的感情都很关心。对啊，就是真的很谢谢你。就。我跟你讲啊，就是谢谢你对我们的照顾啊，然后我高三啊心情就很混乱啊，然后也是你一直提醒我，对啊，听到你要走其实有点难过，不过我觉得大概就是靠机会有缘分再见面啊，那我也想你，一定要想我，拜拜。嘿，好看。
班长。那个保重，有空回来。OK， 拜拜。在副歌后的间奏啊，边奏就好啦。好，也可以啊。那你这样剪这段，我不知道我在哪里啊。好，下一组。主角是先拍他嘛，对不对？对。
哎呦，小姐，不要打电脑了，好无聊，陪我玩一下，来呀，来呀！救命啊！你上次这样吗？行行行，不要这样哦！快点，大哥，大哥，不要写符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冰刀子立在肩在前，不要出来，天兵天将去玩，我的天兵天将驾到！你看你拿我刀了，小姐你要出来了，来来。快点写，林冰到这里，这接在前，天兵亮出来，我们出来了。啊，林冰到这里，这接在前，林冰到这里，接在前，林冰到这里，接在前，林冰到这里，林冰到这里，接正接在前，林冰到这里，接正接正，林冰接接正接在前。天兵天将出来！我看见了，慢慢用，慢慢用。我慢慢用，天兵天将出来。好好好。好，因为这种时间，时间都已经，你走过去要快一点，因为要抬到我，走要快一点。好，预备。好，预备啊！开快！五、四、三、二、一。真无聊。小姐，你在干什么？不要打电脑，陪我玩。来嘛，让给你的小姐来嘛。快点，快点，什么？啊！什么什么？天兵天将出来啊！天兵天将出来啊！天兵天将出来。对，再次。天兵天将。我可不可以叫童子军救命啊？天兵天将，请降价啊！请天兵天将降价。好，可以可以，请童子军降价啊！我们请童子军降价。好，童子军降价啊！好久这一段。这个三。好了吗？这样你好，三弟。我可以，我就在录啊。真无聊，哎，漂亮的小姐，哎呦，真的还不错，不要打，陪我玩，来嘛，救命啊！没错，这种事情绝不容他发生。没错，我们要除奸破三谁啊？干死你！干死你！好干！我走掉了。干你！干你啊！这张秒拍，再拍哦！帮你打，看你打几拍。哎，我们是中国的道义同居，我们是华夏的小主人。Yes， 时代在飞步，历史在摇去，那是我们的奶罩，就是这样，是风，是绝，是真。不是生活的中心，而是崇高的生命。我们要守规矩，你在心，请奔奔主人去。光大有亮的传统，开创锦绣的前程。